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乐沙海选会场三二号场地用星穹铁道 2.2 品诺康尼一条龙地图全收集攻略宝箱折纸小鸟护照贴纸书籍梦迷中齿轮王下一桶金表超隐藏成就刘梦娇乐沙海选会场大剧场。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海选会场二号场地左侧的这一个枪火试炼的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右前方有一个三号守堡人三号，我们先跟他对话。对完话之后，我们回头进后方的房间，然后前方这一个弹出机，我们任意选一个过去都可以。然后接着我们再点击 F，然后右上角我们跳过一下剧情，然后我们选择这是叫什么呢选择这一个时间的试炼，接着我们选择标号一，我们点击一下两下三下，然后这个二标号二我们点击一下，然后标号三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隐藏开启我们发车。出来之后我们往前走一点之后走到传送点，这里我们往右看，这里就有一个宝箱油桶吧。好，拿完宝箱之后我们再走出来，走到传送点这里，然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我们往前走，来到这一个就是大钟这里，钟表小子这里，然后在我们的就是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这里有一个这叫什么来着拼图，我们点击加拼图，然后这个标点我已经给你们标出来了。好，然后我们把这个项链给它拽出来，接着我们打开前方的宝箱，打开宝箱之后也忘了，我们回头喜悦回头正后方我们就能看到这一个宝箱，在这一个叫什么这个小小地方，接着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我们看到一个销售标志，就是一本书籍。我们拿完书籍之后我们再抬头，上方有一个钟，我从左侧这个楼梯上去，然后我们解谜。进来之后我们先把镜子拉到最下方，然后贴着镜子的黄色我们往下拉，然后接着这是中间的这个黄色我们也拉到最下方，然后这个最下方的橘黄色我们点击一下，然后这一个蓝色我们点击一下，然后这个蓝色下方的橘黄色我们点击一下。接着我们把最下方的黄色我们拉到最上方，然后就最下方的橘黄色我们点击一下两下三下，然后把这个贴着镜子的黄色我们往上拉一格两格，接着我们点击最下方的橘黄色一下两下，然后我们再把中间的黄色我们给它拉下来，接着我们再点击蓝色的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把最上方的黄色我们也拉下来，然后接着我们把镜子拉到最上方，好，然后我们唤醒之后我们来到前方的这个钟表处，我们下来来到钟表处，来到钟表的地方，在我们的这是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这有一个蓝色气球，在他的身后是一个贴纸，我们拿完贴纸之后在西方向小地图的左方这里有一个镇守的宝箱油桶吧，过我的哈，清掉之后我们打开这个宝箱，打开宝箱之后我们回头再次来到钟表的位置，来到钟表的屁股后方之后我们朝东方向小地图的左方看，这里是一个守堡人四号，拿完之后我们一直往前走往前走，然后往右拐下楼梯之后我们回头在左侧的楼梯旁边我们就是一个宝箱，
蓝宝箱之后，我们再回头也会有馈，在我们的右前方能够看到一个这叫筑梦谣言啊，我们点击一下，点击之后我们往下走，顺着这一条道我们往下走，就能看到尽头是一个宝箱。打开宝箱之后，我们打开小地图，传送到旁边的就是时间的试炼后方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往右看，在这个楼梯的下方就是一个宝箱。打开宝箱之后，我们再回头上楼梯。上楼梯之后，我们顺着这个红毯往前走啊，一定顺着红毯走，然后顺着红毯走到头之后，在我们的右侧这是一个碟片。接着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小地图右下角往前走，这是一个筑梦谣言，我们再次点击。点击之后，然后我们往下走，往下走有一个筑梦模块，我们点击一下，然后旋转。旋转之后，我们顺着我们往下走，然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宝箱。我拿完这个宝箱之后，拿完宝箱之后，我们继续跟着这个红毯走，也会来到下方之后开启这个筑梦模块，我们再次点击旋转。旋转之后，我们再次跟这个红毯走，然后我们都看到一个筑梦谣言，我们给它回收。回收之后，我们继续跟红毯走，跟着红毯走，走到尽头之后，这是一个钟表小子。然后来到钟表小子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这个门是开了。开了之后，往前走，这有一个弹弹乐，在弹弹乐这里，然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有一个宝箱。拿完宝箱之后，我们再点击弹弹乐，能分享喜悦。然后它照射的第一个环，我们点击开启，然后旋转一次，然后照射的下一个环我们开启，然后照射的下一个环开启，照射的下一个环开启，然后旋转，然后照射的下一个环开启，然后我们发射。出来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这是一个拼图，我们点击拼图，然后标点我已经给你们标出来了。接着我们回头再次来到弹弹乐这里，然后我们进入，进入之后我们点击左下角的重置，然后它现在照射的第一个挡板我们开启，然后照射的下一个开启，照射的下一个开启，然后旋转，照射的下一个开启，然后照射的下一个开启，然后旋转，然后照射的下一个开启，旋转，然后发射。接着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我们拼这个拼图，同样的标点我已经给你们标出来了。好，然后我们直接被传送下来，传送下来之后旁边就能看到这个宝箱，我们打开宝箱。打开宝箱之后，我们再点击旁边的黄金小子，然后就能获得一个成就。接着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小地图右下角，我们打开这个宝箱。打开宝箱之后，在我们的北方向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我们往前走下楼梯，前方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拼图，我们点击拼图，然后同样的标点我已经给你们标出来了，它总共有12块，然后你需要先拼11跟12，然后你再拼这个1跟2才行。好，然后我们下楼梯开启前方的宝箱。那我们18个宝箱一个铺满，两个往下一捅，然后右上角返回，我们往下拉看，找到这个小鸟，然后我们是12个小鸟。梦境护照16，一个新的贴纸，与你同行的回忆，一个成就，一个书籍。拜拜。